认识他。周时月，你最近来我家来的很勤。我资料是不是落你这儿了？啊，什么资料？我不是很清楚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记错了。嗯，那你看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？别闹。这是我们医院的山区医疗救助计划。什么是山区医疗计划？就是在那些偏远的山区，可能医疗条件和医疗设施比较落后，我们医院根据情况有计划的进行医疗救助，免费给那些乡亲们看病。听起来挺酷的，你会去吗？我去了5年了。你真的很有爱心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